诸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请先开经本102页，尾仔算来第三行，最后一句看起。如此三思，名为净业。佛告为提喜，念经知晓，此三种业。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三世诸佛净业净因。那么前面啊，咱介绍过这个三福啊，这个11句。那么这一段第一句是三福的总结。前面甲咱讲，欲生彼国。当修三福，世尊甲咱讲这三件代志，这叫做净业。换一句话讲，只要修这三件代志，就能往生。所以善导大师将这一段文啊，判作善善。这部经讲的有定善。有善善，定善离善啊，拢是属于净宗法门的正修，伊毋是助缘啊。讲，干那修这个三福啊，对当往生啊，敢有证据？有啊，本经讲得真清楚。无量寿经上，佛也讲得真清楚。啊，像前面注解讲的，九品啊，九品上三品是大心修仙的众生，就是大圣心修仙的众生去往生的。中三品是小乘根性修仙去往生的。下三品是诸作罪业众生去往生的，在中品下生经文讲得真清楚，这一类往生的人生前并无学佛，是世间善人。换一句话讲，三福里面第一福已做到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诸心不散，修习善业，已做到了，是世间善人。在临终的时候，遇到善知识，劝伊念佛往生。伊是在临终遇到这个缘，一念回转来求生净土，伊就能得生。由此证明，这三种净业，只要修一种，就会当往生。可是注意爱记，一定是第一种。为什么呢？第二种包括第一种，第三种包括前面两种。如果修第三种，那么三福圆满地足。如果修第二福，前面第一福一定有，后面包括前面，前面啊，无一定包括后面。安尼咱就明了，三种福拢修，咱会问，这个善善会当升到什么品位呢？上三辈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三福发菩提心，这正是九品里面大圣心凡夫修仙往生是上辈三品，所以咱就知影，单单修这11句，也当取得西方世界九品往生，咱一定要明了。千万袂使疏忽的，
这是属于正业。以真诚心，以清净心，以大慈悲心来修学，一定要把佛在此地讲的三福总共十一句要认真注教。这是咱出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有把握稳稳当当一生的条件。下面佛又跟咱讲，甲维提希讲，就是甲咱大家讲。啊，伊问维提希，你今知晓？啊，伊讲你今日知影唔知影？啊，知影什么代志？处三种业，啊，就是上面讲的三种正业。这三种正业乃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这一句真重要，真重要。因为世尊甲咱讲明白了，这三福啊，不是干啊修净土法门，爱具备这个条件，乃至于修任何一个法门啊，拢袂使缺少啊！啊，你修禅也好，修密也好，学教也好，啊，不管你修多少法门，啊，大乘、小乘、显宗、密教，啊，这个三福是共同的基础，啊，等于讲共同科目啦，啊，咱在学校读书讲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，这个是共同科学。科目，大家必须爱修学的。为什么呢？三世诸佛成佛，绝对不是拢修净土中成佛的。啊，你是无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。啊，所以法门无量啊！啊，每一个法门拢会当成佛。啊，不管修多一法门，最后拢成佛了。啊，既然讲是一切诸佛成佛的正因，可见的佛法，不管是多一个宗派，多一个法门，拢爱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，你才会当成就。如果离开三福，都不是佛法。佛法必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啊，咱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啊，你若是明白了，真清楚了，那么学佛从哪里学起，从哪里下手，就明了了。从孝亲，从尊师，从慈悲，从实现下手。啊，咱今日讲五行佛法。人天佛法是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，理行佛法声闻缘觉是建立在第二福的基础上，大乘佛法是建立在第三福的基础上。啊，咱真的明了，真的清楚了，在佛法里面修学功夫才会得来，修学才真正。有一个结果，真实的成就。所以啊，这个结论非常要紧啊，千万不可以疏忽啊。前面一段讲善显言啊，这一段讲的是定显言啊。那么下面讲的要讲定显啊，三福啊，这是。善显，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及维提希：提听，提听，善思念之。这个经文真特殊。咱在其他的经本里面无见过，其他的经本啊，佛说法。只叫着动机这个人，
啊，本经动机是为提起夫人，啊，应该是佛果为提起接到。啊，现在呢，甲阿兰啊扭入去。那么阿兰不是这部经动机者，啊，这个就是真特殊啦，啊，真特别的所在。啊，咱来问，佛为什么甲阿兰也拖入去？注意要知影，阿兰尊者是释迦牟尼佛传法之人，这个法太重要了。其他的法你未记的咯，无传无关系。这个法若是无传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众生之生成就的希望就无了。啊，特别叫着伊，特别提醒，用意非常深。啊，那无的话呢？无理由在这大家叫阿兰的名字。啊，属乎伊，爱提听提听，提听提听啊，用现在话来讲。就是讲，你爱仔细听，爱认真听，一定爱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袂使听错了，啊，袂使听扭曲，啊，提听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袂使个意思听唔对去啦，一定爱当理解如来的真实意，先思念之。啊，这一句话用现在话来讲，依教奉行，要认真的修持。不但你要听清楚、听明白，你一定要做到，自己亲自证得一个境界，这叫善思念。思念是修持的功夫，一面开始就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来金者，为未来世一切众生，为烦恼集之所害者，率清净业。啊，这个俗语真的重要。世尊在此地啊，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啊，这个法门啊，不是干那传授和为提起。啊，你是交代阿兰，爱把这个法门普遍传授给一切众生，啊，特别是未来世的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个未来世一切众生，就是指咱现在的人。啊，咱会问为什么？现在人的根性，大乘法门当中。有这句法之外，修学其他的法门，拢不能得到。啊，不是法门无好，是咱这个时代人业障烦恼习气太重，无办法分修。啊，这是事实。啊，也就是讲，咱现在呢，被烦恼缠所害啊。啊，烦恼习气太重，造成严重的障碍，不能成就。啊，这一句话也讲明白了。这个法门确实是佛对业习深重的凡夫所讲的，不是对圣人讲的。啊，所以古早人的看法，上三品往生是四地以上的菩萨。中三品是阿罗汉以上的圣者，这讲未通。经文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啊，佛确实是为烦恼业习深重的凡夫所讲的。啊，一切往生经就是劝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是五经一论，啊，这六项物件拢是。清净业，五经一论，咱都要重视了。啊，咱真希望断烦恼，真希望消业障，
用什么方法去断烦恼、消业障，恢复到清净业？净宗法门就是最好的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。啊，前面甲大家报告得真明白。啊，五经一论啊，只要以一种修行啊，咱的目标、理想啊，就可以达到。啊，这是真实的境界。啊，以后啊，人搁再问你什么叫境界啊，你就可以观机解说法。啊，你会使为别人啊来讲解。如果是业习烦恼真重的人，不孝父母，那么这款人伊来问你讲，什么叫正业？啊，那么你就可以讲呢，你等个厝的呢，孝顺父母就是正业。啊，那么对于父母尊重，看不起老师的。啊，那么你就甲讲尊重老师就是敬业。啊，无慈悲心的人，那么甲讲诸心不杀就是敬业。啊，不可以杀生。啊，所以这个十一句啊，敬业三福这十一句啊，可以答复十一种不懂的人。安尼，你也就会晓说法了，啊，会晓观机了，啊，这个答复一点啊都无错。下一句是世尊的赞叹：现在为提起快问出世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直拢无赞叹为提起夫人啊，这个时候忍不住赞叹。现在就是讲太好了，啊，你问得太好了，快问，啊，这就是问得非常痛快，啊，为什么问得非常痛快？啊，或是真想开演这个法门，啊，真早就想要讲这个法门，啊，你既然就在这个时候发问，这个时阵来问。正契合释迦牟尼佛率定道众的本怀啊！啊，佛伊正想要讲这件代志啊，拄好你来问啦，啊，问得啊，真拄好，真痛快啊！会当教一切众生，拢会当得利益啊！都到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阿难启请的。啊，无量寿经内面，佛对阿难非常赞叹。阿难在无量寿会上，啊，在无量寿这一会，啊，这个客请的状况不相同。啊，咱同修真侪人念过无量寿经，啊，拢真熟。阿难是看到佛迄一天啊，用功幻法。精神颜色特别殊胜，从来无见过佛这么庄严，这么欢喜。那么阿难呐、啊，看到安尼呐，有疑问，啊，向佛啊请问，啊，是这个因缘呐、啊，恳请佛讲这部无量寿经的。你为提起啊，发起观经这一回啊，是伊遭遇了大苦大难，无想要搁在这个世界住了啊，所以因发起的因缘不相同，发起的心理不相同啊，这个是非常欢喜，这个是痛苦到了极处啊，这也拢爱了解。前面虽然讲出善善，可是佛教咱修学这个法门，真正主要的部分
是在定先。要不说定先，世尊在此地就属乎阿难尊者要流通。这种开始我们在其他经典没见过。处处显示这个法门的重要性。因为它利益众生无比深远。请看经文。阿难逆动受持，广为多众宣说佛语。佛语就是指这一部经，就是指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法门。要不讲之前，就一再说服，一再交代这个传法的人，爱广为多众。多众就是大众，尽心尽力的去宣扬，普遍的去宣说。伊愿意听，甲伊讲；伊无愿意听，也甲伊讲。愿意听的，伊得到这个法门，伊这一生得度；无愿意听的，听到这个法门，一力逆君，应为道众。正宗的经济，正在伊的八识点中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。众生只要有这个经济，众人是多生多劫以后成佛，伊也必定往生不退成佛。所以爱广为人说一切大圣经，佛也是安尼殷勤说佛。但是无亲像在此地这一种说佛的口气，无像在此地复说的用意。这点不懂，其他的经典说法多半在流通分，就说经文正宗分讲完跟流通分的部分，那么佛才会交代要流通。那么本经呢，这是正宗分一开端，佛世尊就说法阿难，那么注意要记说服阿难，就是说服我们大众。阿难是我们的代表人，我们不但自己爱修正业，爱成就正业，更加爱想到把这个正业推广，普遍介绍给一切大众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请看经文。如来金像教为提起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，关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以佛力故，当得见彼清净国土，如即明镜，自见面相，见彼国土极妙乐殊，心欢喜故，应时即得无生法力。这一段是劝修。玄奘大师在这两段注解里面讲得非常好。前面一段，从阿难逆动受持下，即宣说佛语以来，那么就是咱拄只念的这段，证明劝持劝说处罚深要好事流布，流布就是流通的意思。刚才说过，佛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劝人，咱要记得要尽心尽力做到流布佛法的方法，现前是以经书和录音带最为方便，现在还有 VCD。 那么经书尤其是小本的，小本的呢，我们早出门方便，但印上成本比较低，大家可以放在那个
啊，放在荷包啊内面也可以放。那么录音带啊，念佛的录音带啊，读经的录音带，讲演的录音带啊，拢是留步最好的方式啊。图像的录音带呢，帮助伊读经啊，帮助伊修持；讲演的录音带，帮助伊明理啊，帮助伊认识大经啊，这拢是真实的利益。如果做这一件事情，要有实际效果，注意要知影，在一个专啊，啊，古早人讲专修专红，啊，这个效果就不可思议。独家念的啊是宽修得益啊，那么这一段咱大略讲一下。如来是佛祖称，今者是今日，啊是现前呐。大为提起啊，就是把这个法门啊传授啊，教予为提起夫人啊，啊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，咱每一位同修，拢包括在其中。佛传授予为提起，也是把这个法门传授予咱啊。什么法门呢？观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十六观。这个观就是十六种观法，观向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观不是用眼，不是用目睭啊，是用心，用真实心来观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咱套禅宗的话，观照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咱安尼学观。就会当成就吗？能成？为什么能成？以佛力讲，啊，这个佛力就是指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之力。如果你得未到弥陀本愿加持，你是见未到的。得到弥陀本愿加持。你就会当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会清清楚楚见到，就像《楞严经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讲：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现前见有两种，一种是定中见，一种是梦中见。当来见后两种，一种是临终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依净庄严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对现在来讲是当来，另外一个当来的意思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见，拢是靠佛力加持，当得见彼清净国土。过去庐山湾公大师是中国东晋时代的人，他在一生当中见过三次的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他是属于定中见，就是念佛之前的时候看到，这是定中见。所以念佛的道场，真正修行的道场，甲普通一般道场，确实无同款。现在咱所见到的道场，无论是在中国、外国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只是一个宣传佛教的道场，而不是真正修行的道场。为什么真正修行的道场爱甲外缘下离？参与的动手是固定的，不是你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，那么那都不是道场了。像开旅馆，以前在中国大型各种的祖庭都不例外。圆光大师的念佛堂123人，当年斗阵共修的，
无新入来，也无退出的。啊，那么入来一个人，一定是爱志同道合。啊，经过老和尚的审查，大众拢同意，愿意接纳，啊，才会当入来一个人。佛法自古以来是讲民主的，啊，但是对于资格审查是老和尚的代志。啊，审查有几啊道手续啊，第一道入门审查是知客书的代志。啊，所以头一关啊，爱知客书通过。啊，然后是主持方丈老和尚。啊，最后是大众的接纳。啊，才允许入门啊，做一个同参道友。无像现在这么简单，啊，这么凊彩，啊，禅宗如此，教下如此，净土宗也如此，所以真正在道定共修，啊，确实人所是贵精不贵道，精是精神，动心动愿，动解动行，啊，无一个未成就的，个个成就。净宗法门的成就特别快速，啊，一两年、三五年就成就，得功夫成片，得一心不乱，自在往生就成就了。但是注意要知影，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来来去去，真难成就。啊，不但伊自己无容易成就，住在道场的大众。会受到这些人的干扰，也不能成就。为什么心定不下来？啊，今天看到这个来了，啊，明仔再看到那个去了，伊受影响。啊，这个影响粗心大意的人觉察不出来，细心的人会当觉察得出来。究竟影响多深，伊觉察不出来。啊，实在讲，影响非常深刻。啊，这也说明，咱这一个时代人讲福德因缘，啊，比袂着古早人。啊，古早人有一款这么好的修学场所，现在无了，完全爱靠家己。啊，如何会当将心地下离世缘？啊，那么世间呐，在繁琐的代志，啊，这样呢，真麻烦呐，真多的这代志，啊，你该下离掉，以真诚清净心来修，才当感应道高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境界。佛在这个经上讲，记得真清楚、真实啊，如同咱照镜啊，咱照镜呢，看到家己的面相，看得清清楚楚啊，一点啊都无模糊啊，这是感应，这是随想。如果做梦啊，或者定中含含糊糊。啊，好亲像有，又好亲像无，啊，迄毋是好境界。啊，迄个境界呢，是从咱胡思乱想来，啊，尽量去想，甲想出来，啊，毋是安尼，啊，去想啊，打妄想啊，想出来，迄个境界啦，迄毋是真的。感应道高呢？无用思维，啊，无用梦想，啊，你是心清净的时候，自然照见，啊，所以真实的功夫就是在清净心，啊，唔免去想佛，啊，唔免去想极乐世界，心果然清净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。
西方境界也现前，见彼国土极妙乐殊，世界叫极乐世界。妙是讲微妙，微妙不可思议，你见到了，啊，你也讲不出来，无办法形容出来。阿弥陀佛在本愿内面都讲清楚了，这个世界之妙乐，有人会当讲得出来，伊就不爱成佛。啊，所以你众人见到了，你会称赞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讲不出来。心欢喜国啊，见到了真相，生欢喜心，即得无生法力，这一句不可思议啊！未使含糊笼统念过，为什么？啊，通常咱讲得无生法力，最低限度，愿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心。这当达到这个境界，这几种是普通的讲法啊。换一句话讲呢，这个尺度啊，放得真宽真阔啊，就讲这条件啦，讲较轻啦。啊，如果严格来讲呢，啊，这个无生法忍认真讲，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所证的。梵高七地啊，梵高初住甲七地，哦，这个阶级差太侪了。玲珑经上讲啊，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力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。圣人当中的圣人，初地就是圣人啊，三贤十贤。啊，三贤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啊，这三十个位处，啊，叫三贤呐。三贤啊，那么一直到初地，初地到顶格，称圣人，啊，七八九，这么高的菩萨证无生法力，念佛的人功夫敢有？达到，无达到，也是业障深重的凡夫。只是念佛靠佛神力加持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见到就得无生法力。啊，这个法门尚会当相信。所以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。啊，这个难信不是咱凡夫难信，连菩萨都不相信。啊，菩萨要证一个无生法力，一般讲，伊都要修满一个一代阿僧祇劫，啊，要修一个阿僧祇劫。啊，咱这凡夫才修行几天，居然就证得了。啊，那菩萨看到。一心甘会慌吗？啊，所以你甲伊讲，伊摇头唔相信。啊，伊会讲无一个道理啦。啊，因此这个境界，啊，佛讲得真好。为佛以佛弘灵究竟。啊，因为伊是如来高地上的境界，唔是菩萨的境界。啊，菩萨唔相信是应该。一点啊都无奇怪啊，虽然难信，伊易行啊，啊行无困难，真正修学起来并无真困难。咱今日来看，实在讲也无容易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咱唔肯专修专弘，咱依然也是杂修杂弘啊，这就无办法。啊，所以效果都无亲像经典上所讲的，这么容易现前。啊，就是一个字啦，一字啦，杂。啊，所以就是还在这个所在。现在在台湾啊，甚至于在美国，
在新加坡，在马来西亚，最近这一二十年啊，咱看到念佛往生的啊，这往生的随想拢不可思议。第一个，伊无破病，无病苦；第二个，伊有知时机，知影都是干么走啊，走的时候徛咧走，坐咧走。啊！而且因修学的时间拢无长。啊！有一年，新加坡就一位往生的老太太，念佛只有六个月，坐咧走，啊，无破病，有知时机。啊！往生六个月以前，才听讲这个法门，虚心踏地，就一句好好念落去。啊！念半年，居然会当自在，坐咧往生。所以有很多人来问家属是什么道理，很简单，他都放下了，一心专一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问题就是你不肯做，就没法度，人肯可以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，放不下了。所以放不下呢，害苦了咱一生，啊，害咱生生世世，啊，不能脱离轮回啊。凡是会当做到的无别项，就是清净心。啊，那么心乃清净呢，放下万念，心就清净。啊，放不下，心就未清净。心清净，心内一感觉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无。啊，有着人劝人，就是劝人念阿弥陀佛。把这个法门完完满满的介绍别人，完完满满的送给别人。啊，以这种弘化的效果，绝对袂较输一个法师长年不断的讲经说法。为什么呢？长年不断讲经说法，目的也是劝大家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一直接了当劝人念阿弥陀佛。临终这是表演，使真多真多人看到这个榜样，对于念阿弥陀佛信心十足，也无放弃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你知影伊度偌济人？这是咱中国俗话讲的现身说法。所以念佛果报不可思议，极短的时间就会当得无生力啊！咱一定要明了啊！请看经文：佛果为提起，你是凡夫，心想应断，未得天眼，不能观观。诸佛如来有意方便，令你得见。这句话咱要特别注意。维提希夫人是不是菩萨呢？因为伊一接触佛法，伊就得无生法力。位置一下就证得这么高。这一段佛讲得真清楚。维提希是凡夫，不是圣人。维提希在极短的时间会当得无生法力，就是甲咱讲，每一个人拢可以甲伊共款，会当在自身当中证得无生法力。那么可能有一挂新的听众啊。听到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名词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无生法忍。我们在这里简单再介绍一下，法是指一切万法，在我们的感觉当中，我们看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世界，一切万法
拢是无常的，一直变化。常是永恒不变，永远未变就叫常，时时刻刻在变化就叫无常。那么无常就不是永恒不变了，一切办法啦，刹那刹那的变化。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生住坏空。所以讲无常，无常就是有生有灭，它不停不住的在生灭。这是咱凡夫目睭来看一切办法，都是这个现象，拢是无常啊。那么佛跟大菩萨看一切办法，跟咱看到的无同款啊。因看到这一切办法是不生不灭，无生灭啊，这叫无生。无生就无灭啊，一看到办法。不生不灭，这就叫无生啦。念是动意，念可的意思。佛讲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我看到了，我承认，我同意。佛讲的无错，确实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我今日来亲自见到了，证实了。这就是无生法念，所以无生法念也可以讲心定了。咱从这一句经文真正明了，为提西夫人得一心不乱。为什么？一心是因，无生法念是果。一内面无生灭，有生灭是离，离心啊，一心。无生灭，像咱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这是离心，一般讲三心两意，三心两意是佛门内面的术语，什么是三心呢？阿难耶，烦恼意识，这三心，两意就是第七识和第六识，第七叫意根，第六叫意识。宽教理性六道凡夫拢认定三心两意是咱的心。楞严上讲得真清楚，佛讲这不是真心，这是妄心。三心两意是妄心，是生灭心。咱用生灭心看一切办法，一切办法拢是生灭法。佛讲得一点啊都无错。境随心转，咱的心生灭，外面境界就变成生灭。如果正得一心，一心是无生灭的，你看外面的境界也就不生不灭。外面的境界随心转，你看到这一句，你就知影，为提西夫人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一心不乱。伊为什么这么快速证得一心不乱？佛力加持的缘故。伊为什么会当得到佛力加持的？伊的心愿改行动佛，甲阿弥陀佛同款，所以加持就非常快速，非常明显，一下就得到了。咱今日心甲阿弥陀佛的心无同款。阿弥陀佛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，咱的心是污染的，是无平等的，是自私自利的，心无同款。阿弥陀佛的愿是愿十法界一切众生快快成佛，咱的愿是希望家己富贵长寿，甲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同，因此界行都无同款。什么时阵咱的心愿改行，甲阿弥陀佛同款，那么你就甲维提希夫人同款，真紧就得到福德。
明显的加持。这集的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，下面下一集再继续向大家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